模式餐酒馆，可以跟就是每个服务人互动。对对，那我自己的互动当然就是舞蹈表演。那如果有人想要就是想要当我的客人，可以就是我可以示范一次。怎么互动？来，你可以挑选一位，你想要互动的朋友。他不是自愿制吗？自愿制也可以啊，自愿制也可以啊，然后会举手，就是可以。我一直很想要去这种男模系的这个餐酒馆，一直还没有机会。 哇塞，这个很嗨哦！到底是几分钟？这么好的地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小妹，小妹，又赚到一包，又赚到了。是吗？是吗？好，我是蓝 K。 我们会先问客人，就是说，就是尺度的部分。先讲，对对对，专业。还有一个流程，有些客人他们是朋友拱上去的，那我们还是以就是主要互动的人，然后去对应。那如果那个人差不多 OK， 我上去的，但我有跟制作单位讲，我碍于我有三个小孩。